The second song is Home Sweet Home. Thank you once again to the Kaohsiung Voting Pure Line Association for their beautiful song. 很甜蜜吧? 你们有看到表演其实是三代同堂吗? 你们有看到吗? 有哈, 只唱的是八岁的。 好, 我们下一场表演呢, 我都跟大家说了嘛, 肯定是值回票价的, 有在家的, 现在也有出家众也要为我们表演。 The Venerable Masters, and they will be performing the praise of Amitabha Buddha for us today. 阵容强大，你看大，出家众们都大衣准备了，准备好了吗，法师们？我们再来给法师们的一个爱的表扬。 Thank you.
谢谢，我们再次掌声，感谢我们的法师们。好，我们法师们都很卖力哈。平时只有在30系列的时候才听得到这个法师的唱诵，不过因为今天呢是特别的日子，所以我们要大。是的，幸好我们师父上人50周年弘法纪念呢，所以我们特地安排法师们上台为大家唱诵这一段。Thank you to our venerable masters. Normally we could only hear this, their chanting during the thrice yearning ceremony, but today it's just with great honor to have them on the stage and sing the praise of Amitabha Buddha for us. Thank you very much. Right, so the next performance is The next performance is going to be conducted by the Pure Land Learning College.So they have a special arrangement. Oh, no, not yet. Oh, okay, sorry, I made a mistake. Went a bit too far. Yeah. Well, actually... 我搞错了。That's all right. Well, our next performance is by Miss Julia Tang, who will bring us a beautiful and peaceful song called Pu'an Mantra. And it will be performed by one of the oldest Chinese instruments called Gu Qin, which I just found out ha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3,000 years.对，接下来的表演呢是古琴演奏，古琴跟古筝是不一样的哦。所以古琴跟古筝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有请我们下一位表演者呢。That's it. 下一位表演者呢，邓老师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古琴。我今天很高兴，能趁这个机会到。净空法院来参加这次活动，还有幸能见到净空法师他老人家和聆听他的教诲，我很高兴，也感谢大家。我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中国一个很传统的，而且是很盛行的，就是唯一一个谱曲普安奏。中国的古琴呢，因为有3000多年的历史，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那么，因为孔子的提倡，所以呢，就是古琴呢，在当时是作为文人修身养性必修之课，是琴棋书画之四艺之首。中国的古琴呢，在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世界文化遗产，要继承和保护。所以听了法师的教诲，我觉得我呢应该在弘扬中华文化和继承和宣传古琴上呢也尽自己所能啊，也希望呢在全世界能接受到更多的古琴之音。谢谢大家，谢谢法师长和在座的来宾以及各位师兄师姐，谢谢。好，谢谢。我们事不宜迟，那我们就请邓老师为我们演奏普安咒。Let's put our hands together to welcome Miss Julia.
much for the wonderful performance. Thank you. 这听了真的很令人心平气和 ，very peaceful。对，确实是能够把人真的心定下来，因定呢就能够开会，所以呢，五行真的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呢，能够让我们的定啊、我们的心定下来。好，接下来要出场呢，就是我们晋中学院妙音合唱团要为我们带来一首就是《弥陀天堂》。Our last performance will be the choir from the Pure Land Learning College, and they will be bringing us a Buddha Heaven, a song called Buddha Heaven for us. Let's welcome them onto the stage. Right, and for... And I can guarantee again, once again, that they practice very, very hard. I was here, this place, 12 midnight last night. And by the time we finished, it was about 12:30. Yeah, we'll make the, you know, you see the little girl down there, and the other little girl, I haven't had my dinner, 12 midnight. Yeah, so they practice really, really, really hard. 对，他们真的是很尽心的去排练，昨晚也排练得非常非常的迟。所以呢，他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哈。好，让我们以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晋中学院妙音合唱团。尊敬的师公，我学弟子规了，爸爸妈妈把我生下来，把我养大，给我书念，我要报答父母的恩德，我要做圣贤人，我要给这个世界我所有的爱。My respect for the teaching form. I am learning 弟子规. Dad and mom made me, cared for me, and taught me. I will give back my parents' kindness. I want to be a sage. I will give this world all of my love. 我们年纪还小，恳请师公慈悲教导我们，我们也要跟着您去极乐世界。我们要落实弟子规，我们要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修善不执着修善，做好榜样。我们要跟着师父您的脚步，念佛求生极乐世界。
尊敬的师父，回观您这悲天悯世的50年，因为有了您的教导，我们几亿人才走出了迷信的
阴影，真正认识了佛陀伟大的教育。在今天，当佛法堕落到了3000年来最低谷的时候，是您告诉我们要从《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学起，为佛法的复兴指出了一条光明的大道。您如同是高耸于须弥山上的一座灯塔，指引着茫茫的众生走出苦海，走向光明。今天大家共同庆祝师父上人弘法50周年，而这却让我们想起了当年的世尊。在3000多年以前，世尊讲经说法49年以后，由于弟子们没有请佛住世，世尊入了般涅槃。而今天，全世界所有净宗学会的代表们都齐聚在一堂了。诸位师兄，诸位师姐，为了世界的将来，为了一切众生的离苦得乐，就让我们怀着无限的感恩，把我们内心最深处的话喊出来吧。尊敬的师父，世界太黑暗了，众生太苦了，恳请师父能够继续留在这个世间，救度一切苦难的众生，恳请师父救助世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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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师父，弟子们知道自己业障深重，根性钝利，不是师父您的好学生，但是我们学生恳请师父您能够留下的心愿却是真诚的，而且我们的下一代也正在认真努力地学习圣贤教诲，所以为了我们将来全天下所有的孩子，我们恳请师父救助世间，恳请师父救助世间。感恩师父，大家大家非常感谢大家。这个布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自己量度的，可是最重要的一句话，依照佛陀圣贤的话去做，让圣贤的教诲
永驻世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天职啊，这样就对啊。我总是尽心尽力帮助大家啊，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啊，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在此呢，我们非常感谢净中学院妙音合唱团把我们的心愿表达出来。古人云，欲请善知识注释，唯有真实依教奉行。我们今天请师父上人久住世间，真正的决定权不是在师父的手中，而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对师父的教诲能够依教奉行。就像刚才师父上人短短的开示，我们一定要认真的落实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和沙弥律仪，发无上菩提心，深信确愿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唯有我们真干真修，才能够真正感得善知识，久住世间。是的，请世界各地净宗大德同修们，我们一起努力落实师父的教诲，希望师父能够常转法轮，久住世间。阿弥陀佛。